中华武术有着悠久的历史，丰富多彩的内容，以及深透的中华文化的精湛理论。中华民族把武术作为技击术，通过武术锻炼，掌握和提高防身自卫的技能；把武术作为健身术，通过武术锻炼，强健体魄，益寿延年；还把武术作为修身术，通过武术锻炼，体悟武术的文化内涵，陶冶情操，完善人格。在武术漫长的发展历程中，逐步形成了100多个言流有序、潜理明晰、风格独特、自成体系的拳种。中国武术协会审定并监制出版的这套《中华武藏》，以收藏这些历史遗存的拳种技艺为目的，力求记录下这些拳种传承到当今的发展状况，展示出各拳种流派传人中较有代表性的技法、技能和风格特点。以影视形式制成的这部《中华武藏》，以动态性、直观性、真实性，显示出它有别于文字性收藏的特点。这对探索传统武术、研究武术传统、传承武术技艺、分享习练武术的功能，都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广泛的社会价值。
然后手下沉，两手相合，然后向右转，摆左脚跟，然后重心移到左腿，再继续右转，摆右脚尖，这样转过来，然后重心移向右腿，踢左腿，开步，手和脚同时打开。 转身以后，重心移过来，然后左手上升，右手下合，然后松右胯，把镜子合在左脚。然后十字脚就是左手打右脚，然后打完以后转身勾脚，这个手下攒手。 正脚落地，然后下分，下边动作叫子当锤。合了以后，像严守洪拳动作一样，但是这个拳是向斜下方打的，就好像击打对方的裆部丹田部位斜下方，所以这样要加速发力。 白猿献果，这样旋转，这样把拳转上来，画一圈，然后脚尖外摆，然后移重心，把腿提起来冲拳，然后上步，像六凤四臂动作一样。 单边，因为这套路里边单边很多，整个套路7个单边，单边就像车辆到了十字路口要变换方向一样，所以的每个单边都有每个单边的变换的动作和姿势。 高探马，预备，十字脚，一和二，转身摆脚，三，提腿，四，开步，五，移动重心，上下相合，六。 子当锤，一、二、三。
三，白岩鲜果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单边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右手下沉，重心左移，与左手相合，然后两手变拳，然后重心右移，两手拉开，蹼步下去，这个动作叫雀地龙。然后摆脚尖，然后冲拳，重心向左移，这样冲上去，然后右拳再从左拳内侧冲上去，然后上步七星，这样旋转转完，然后由拳变掌。退步夸红，倒步，两手下分，然后转身上步。转左脚黑，再移重心，再转右脚尖，这样也可以转360，转过来，上步，移重心，摆脚。就下捋，然后把拳合在腰间，
然后加速向前冲拳，然后移重心，转腰，把劲冲在这个拳上。上捋，走下弧，摆脚，移重心，然后上步，放松下沉，震脚。先下翻，上棚吸气，下降呼气，一直呼到沉到两脚，然后再并步。一、二、是缺地龙，上步七星，一、二、三，下步跨红，一、二。转身双百连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当头炮，一、二、三，金刚倒对，一。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收势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一、二、四、三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三、一、二、三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青龙出水，一、二、三、双推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肘底看拳，一、二、三、倒卷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白鹤亮翅，一、二、斜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闪通背，一、二、
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严守洪拳，一、二、三，六风四壁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干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人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高探马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一、二、三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包头推三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风四壁，一、二、三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
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云手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摆脚跌撒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倒卷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闪通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严守红拳，一、二、三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一、二、三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三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
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。